饭，饿。你吃不吃？我不吃，我吃饱。没吃吗？嗯。哎呀，我吃一口。我不吃。吃这么大一碗？把所有饭都吃，好饿。这么饿？我不都是很想吃啊。啊。我帮你把这个包好一点，这样你可以一口吃掉，吃吧。可是我不是很……啊，算了，你都喂到我嘴里，我就吃吧。嗯，我操，有点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哎，吃啊，你再吃一口。吃过饭，好。嗯，我也吃一口。好吃，好吃。吃的什么？吃的中午的剩饭。中午阿姨做的钵钵鸡。嗯。白都不想吃了，这吃这么……给我吃一口，给我胃口打开了。你最后吃一口，我不吃了，就最后一口。不要。嗯，不吃了，有点生气。你看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是中午做的麻辣香锅。啊，这他们说做的是钵钵鸡。哦，钵钵鸡呀、啊。对啊，中午做的钵钵鸡，可香，是挺香的。再吃一口，最后一口。土豆好吃，你吃个土豆。我想吃个笋。好，先吃个土豆，再吃个笋。我昨天绝了，土豆做的可粉。喝吧，很甜。再吃口饭，嗯，再吃口饭，真的最后一口了，真的最后一口。嗯，来吃个笋，来，拿过来，老板拿过来，来吃口笋，吃，吃个土豆，你简直把肉给吃完了呀！它里面只有虾子。我吃了四个虾，我还以为还有呢，它里面就四个虾。真的假的？你是没吃到虾？我啥都没吃，我感觉吃一股素菜。那牛肚吧，去吃。这是蘑菇，蘑杏鲍菇，杏鲍菇。这啥？这。哎，我吃那个，我们做我卖那个萝卜干儿，好，萝卜干好吃，萝卜干超好吃。嗯，好好吃啊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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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午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呢？最后一口啊，真的不吃了，真的不吃了。刚刚真的是最后一口，不能再吃了。再吃呗，我再沾一口萝卜吃一口，就真的不吃了。好。给你蘸萝卜干，蘸不萝卜干，这萝卜干也很好吃。嗯，那这么多吗？这么大一碗饭呢？嗯，不用吃啊，别噎着了。来，你来点水。吃了，哎，但是萝卜干也好好吃啊！最后再做就一口，就一口萝卜。哦，我可以先让王小雨来爽。最后就一口萝卜干，最后真的最后一口。嗯，来，嗯。你先吃着，你再去热个王小卤鸭掌。哦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真的不吃了。啊，这个也好吃，这个给拌你，这个南瓜酥，真的、啊，你吃一下。啊，那我再尝一下。甜甜脆脆的，我尝一下饭拌南瓜酥。啊、这个我感觉可以，
打成沫，然后增加一个酥脆口感，打在饭里面。嗯，真好吃啊。嗯，送的什么？送的玫瑰花，玫瑰花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喝奶。这是纯牛奶吗？对啊，我不喝纯牛奶。为啥？我不喜欢喝纯牛奶。喝吃宝宝喝牛奶。哦，我不喜欢喝纯牛奶。长高高。嗯，还是喝不惯，喝不惯。我不喜欢喝纯牛奶，我喜欢喝酸奶。我从小都不喝纯牛奶。是啊，那你喝一口这个。就小时候那个学校发的那种营养纯牛奶，我从来都不喝，都给我同学，给我同桌。那我应该跟你同班，小时候，如果你跟我同班的话，我都会收集你的牛奶。嗯，对啊。没事啊，我今天收集了别的牛奶。嗯哼哼。哇塞，好香啊！我想来一个，再吃一口。啊，算了，我不吃了。你再吃一点吧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真不吃了？真的不吃了。好香啊，冰冰。谢谢今天跳绳儿。我就咬一口鸡那个鸡脚，就咬一口就全了。嗯，你再吃口饭。啊，不吃饭了，不咸吗？有点。你吃个饭，中午吃点啥？我去吃啊。好，你不吃了。嗯，不吃了。喝了什么牛奶？开播前喝了牛奶，就在开播前，他睡觉前，吃完就睡的。你睡着了吗？睡着了。